十年终成正果，麦莉垂地结婚，婚礼现场甜蜜拥抱。新浪娱乐讯，当地时间12月26日，据国外媒体报道，歌手麦莉塞勒斯 Miley Cyrus 与男演员里亚姆海姆斯沃斯 Liam Hemsworth 正式结婚。报道称，这对夫妇在周末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婚礼，麦莉的父母出席到场，婚礼照片在周一浮出水面。麦莉在周三发帖证实了此消息，其中包括这对夫妇在婚礼上拥抱的照片，标题是10年后。二人于2009年的 Last Song 片场相遇，此后开始约会，2012年订婚，但次年取消了婚约，分手三年。2016年在艾伦秀的一次采访中，麦莉证实她和利亚姆不仅重归于好，而且订婚了。从那时起，二人对外一直保持低调，直至去年利亚姆在网上称麦莉为小天使。